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钱科技，我是钱哥，一个专注于不标准普通话的科技解说。以前我为大家分享了苹果手机如何修改运营商名称，不过后来有朋友和我说不能修改了。那么今天我再为大家分享另一种方式。首先我们在微信这里搜索钱科技，点击进入之后，我们在这里回复数字374即可获取。我们复制这条链接，然后在手机的 Safari 浏览器中打开，进入之后我们点击这里的三条杠，这里我们点击最长的英文，我们往下翻一点点，找到第二个选项。这里的第一个我们输入运营商的名称，比如中国移动的就输入这个。下面是我们要修改的名称，输入完之后我们点击下面的英文，这里我们需要安装描述文件，我们选择安装，再输入手机锁屏密码。安装完成之后我们打开飞行模式即可。不过目前 iOS 12级以上的系统不能修改，不过按照他们的描述，后期是可以修改的，请大家耐心等待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分享就到这里，更多精彩内容记得点击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。